总算是到。也是想求证一下这件事情的真实性。警察同志，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女孩是我们家泽琛的孩子？是的，许太太。
你居然连给你生了孩子的女人叫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是一个大渣男。我怎么就成渣男了？我明明叫一个小孩子说的话，你跟他较真什么？说话语气多注意点，可别把孩子吓到了。悠悠，告诉奶奶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车站？是谁送你去车站的？没有人送我，是我自己坐车去高铁站的。什么？你自己一个人坐车去高铁站？你难道就不怕遇到坏人吗？当然不怕，这真要是遇上了坏人，那么倒霉的肯定是他们。悠悠身上有很多厉害的东西，保证能让坏人们跪地求饶。哇，悠悠你真厉害啊，你那些厉害的东西改天可以给姑姑瞧瞧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还能送姑姑几件防身的武器呢。好好好，咱们悠悠一定饿了吧，走，我们先去吃饭。好的，奶奶。